你好，您是找人吗？我找彭丹。哦，我们现在还没上班啊，没事，您先坐。你想看哪条旅游线路？我找他是私事儿。私事儿？那我也能帮你。我是他老公。怎么，想让我跟佳琪按时回东乳啊？当然，八号就开学了。要是坐火车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得走了；要是坐飞机，明天也得赶紧出发。飞杭州、宁波的全价机票都已经没有了，你那票是不是已经买了？没有。哎呀，那赶紧看看飞周边城市有没有。真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开车得送你们走。票的事情不着急。请一两天假也不要紧，你要真想为你闺女好，让我们在那儿安心待着，让你闺女安安心心、平平稳稳地度过这四年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答应答应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只要你能带着佳琪按时回去，你说。让冯丹来见我。啊？啊什么呀？不是。不是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什么都能答应我吗？这个是咱们家。自己内部的事儿，他怎么解决，他都可。你弄一个外人进来，是不是有点侮辱人？是我叫他来的吗？是他不请自来，他自己搅和进来的。在别人家待了两个星期，惹出这么多麻烦，当面澄清一下，是我侮辱他。就算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、款待之情，他是不是也应该当面来把事情说清楚啊？我知道，你是怕我让他受了委屈，他受到伤害离开你。对，当然不是，我跟他绝对是清清白白啊。那叫他来啊！哎呀，你算了。哎，等等。我试试，我看看他能不能来。但是我发誓啊，我跟他绝对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好，我打。没有，我打了，人要是真是来了，你能不能跟人说话稍微客气一点啊？喂，成功啊！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一个温泉民宿呢。哟，你没回家呀？啊，这个温泉民宿是我朋友开的，他说我可以来这疗养一阵子，正好我觉得也挺疲惫的，就想着来这住一阵子吧。哦。其实，也没什么事儿。你现在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？你要身体不好的话，要不等你身体养好了。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呗，我也没有什么大病，就是想休养一阵子而已。是这样。就是，
前段时间你不是来，就是来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吗？他现在是不是11嘛，就都回来了，就是大家都回来了。他放假，嫂子回来了是吗？你是不是跟嫂子解释不清楚了？你在家吗？是不是嫂子也在家？在家。那你把电话给嫂子，还是说我过去一趟，当面跟她解释解释？叫她过来。冯楠，你看要是方便的话。啊，我方便。那我收拾收拾这就过去，你和嫂子在家等我一会儿啊，差不多得2小时，等我一下。谢谢。哎。他说他来，2个小时后到。我把这些东西都收一下，你看你跟佳琪还需要什么，你就告诉我，因为我怕给你带错了。不急。要不趁现在有时间，咱把机票查一查，实在不行先飞上海。到了上海准骑车回家，就3个多小时。不用，我不走。彭大来了再说吧。你这片子拍的是真好。啊！哇塞！哎，破百万了！你快看，我家荣长荣长了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今天是假期，不知道后劲儿怎么样。哎呀，你们这是纪录片，管它假不假期的，喜欢看的人就看，不喜欢的闲死才不会看的。你看看这弹幕，看见没有？全是一片叫好声，都是点赞的。大家都有眼光啊！哎，你说这什么人啊？大家都在说好，这王八蛋非说他看不懂，键盘侠！你看我不骂死？哎，你别骂人家，人家骂说明人家在看，贡献点击率呢。哎，你别骂啊，你上了上了上了。喂，小山，佳如姐破百万了，破百万了！24小时之内，如果能破千万，我就请大家吃饭。哎，那佳如姐，那我们家属能出席吗？我把我们店员可全都动员了啊！我二姨为了咱们还开了个网站会员呢。行，没问题，谢谢文博，带着二姨一起来。那行，说好了啊。哎，姐，好，不跟你说了，我接着动员7大姑8大姨去了。谢谢。这有事业的女人是真美啊。你是在赞我的一头白发还是满面沧桑呀？哎，你说我当时啊，怎么就被田东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呢？他以为自己上帝啊，随随便便就承诺别人一辈子。喂，吴总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说的。我回公司就请大家吃饭，当然是您买单，公司报销了。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啊！谢谢谢谢吴总。来了来了，爸，你说这么宽的路，您干嘛非往树上扎呀？您这是故意的吧？啊？您是觉得我没有好好看你，故意试探我？没有，我还不知道您，小心点。我看小孩儿的时候一眼都不落。您走您走啊。
我也一眼不落的盯着您，好吧？嗯，走吧，走吧，看着呢。嗯，盯着呢，盯着呢。嗯。喂，妈，我在陪我爸在公园呢，他非要练着自己用轮椅。啊，佳茹和婷婷在外面吃，不回来了，我跟我爸回来吃。哎，好嘞，走吧，爸。嗯，饭点到了。这不吃面条。行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买。嗯，谢谢啊。尿尿尿尿尿尿好吧。你看一下我爸啊，我有点急事儿啊。圆儿姐，陈丽呢？看什么呀？通风报信是吧？真是好哥们儿。我发错了，发我媳妇儿，富昂房东东，房东来了。那个，那忙啊，那我走了。我回去了啊。我回去啊，你忙。你好，彭丹吧？我们见过。啊，找陈丽啊？她不在家，我刚去，没人，回去吧。彭丹，不，有人啊，就你家，不用谢。我路上去买了个东西，耽误了一会儿。不好意思啊，进来吧。陈工，哎，进来吧。嫂子，我换这些行吗？行啊，那就是给客人穿的。
他倒挺认你的啊，把你当女主人了吧？来，我刚刚泡了个温泉，温泉里放了几味中药，黄芪、血草什么的，猫咪比较喜欢血草的味道啊。坐吧。那个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去给你们烧点水。叶云凡跟他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看什么呢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陈丽家出事了！陈丽家要出大事了！那哥怎么了？那冯丹来了，冯丹又来了。嫂子，这段时间在您家住，给您和陈工添了不少麻烦。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我给您买了个香水，你别嫌弃啊。你收回去吧，啊，我就是一家庭主妇，每天呢围绕着老公，围绕着孩子，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我用不上。你看这气色挺好的，比我两年以前看到你还精神呢。看样子，我们家把你养得挺滋润的哈。嫂子，这事儿我真得给您说声对不起。我知道平日里您和陈工，我们的确没有太深的交往。我这突然莫名其妙的跑到你家里来，还住了这么些日子。的确是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会，可我也真的是走投无路。你也知道莫名其妙啊？我跟陈工确实不太熟，但是通过工作的这几年接触下来，我觉得陈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。你什么事儿我不方便知道吗？那行，你让他告诉你，回头你再告诉我。走，乐乐、优诺，走，阿姨带你们玩去。老叶，哎，阿姨，甜甜。哎，你们都在这儿呢，赶快回家吃饭呢。哎，爸，你先跟妈回去吃饭啊，我们一会儿再回去。那行，我们先走，你们快来啊。乐乐，咱一起回家吃饭，吃完饭该跳广场舞了啊。爸，我也能去吗？我也想跳广场舞。行，走走走，行行行，那你跟姥姥去吧，开好路了啊。你看都进去了，你看啊，这反光看不见。慢点。行了，孩子走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力哥怎么了？工作上的事可能您不太清楚，像我们旅行社的 OA 系统特别复杂，我之前设计的时候也没想好，所以经常要麻烦陈工一趟一趟的来回跑，做了很多无用功，但是他一句抱怨都没有，而且我们这行干起活来也没个点儿，有时候晚上不管几点我给陈工打个电话，他都会来帮忙处理一些系统上的问题，我挺感动的。还有有时候我们效益也不是很稳定，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，跟陈工结算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常有的事儿，他从来不跟我计较，这些真的让我挺感动的。我看他有时候加班晚了在我办公室，我还听过他给您给佳琪打电话，都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爸爸，非常好的丈夫，我可羡慕你了。所以你就想鸠占鹊巢，占为己有啊？啊，不是什么呀？我啊，你什么呀？我当时是被韩晶晶打懵了，脑子一片空白的，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就想着能找一个韩晶晶找不到我但又可靠的地方，我就想到陈工了。况且我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您这段时间回老家住，即便您在这儿，我也是会来求救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追踪器是吧？追到什么量了？追踪器？你怎么知道？
你也知道？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就上回，咱们帮陈丽他们家搬家，就在这儿，我看到袁姐手里拿了一个小黑盒子，闪着灯就放在后备箱里。那你知道了你不早告诉我，亏我什么事都跟你说。我是怕你告诉陈丽，回头袁姐知道又该生气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你是小白兔呢，原来你心思那么深啊你。你们女人，我跟你说，太可怕了。太可怕。好啊，就算你不知道我不在，对不对？你来这儿，你流产，你需要休养。可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赖着不走啊？你水开了，来来来，沏点热茶喝啊。水开的挺及时的哈。哎呀，来你啊，喝点水润润嗓子啊。人家来的时候呢，就说是要住几天来的，中间也说是要走，那不被我给拦了吗？我说呢，你先好好的把身体弄好了，调理调理好情绪，再想想未来应该怎么办。那毕竟人家经历那是家暴，那家暴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呀。哼，在我们家住时间长了是吧？就发现我们家老公比他们家老公好是吧？就要回家跟他们家老公离婚，跟我们家老公在一块儿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不是，嫂子怎么会是这？嫂子，谁是你嫂子？你跟谁论呢？啊？他是你哥啊？啊？哎，你是他哥啊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？喝点水，喝。我不喝。哎呦哎呦！哎呀哎呀呀！当心，烫死我！别烫到我！你烫我呀你！不是不是，快快快来快来！别碰我！我来！哎呀哎来来。你俩挺有默契的啊，一个地一个男，配合的天衣无缝啊！你俩是想双宿双飞是不是啊？圆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咱俩的事，你别把人家拉进来呀！我怎么说话的？我就好好说话，他自己要进来的。圆圆，你先别那么大气儿，好不好？陈工，你别这么说，嫂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冯丹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样，要么今天你先回去，也不是为什么还要回去？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少说？冷静冷静。谁呀？我韩晶晶。啊，说清楚是吧？咱们说清楚，现在都来齐了啊，咱们今天咱们四个人三头六对面，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，好啊，来了。你喝。进来吧。丹丹，你松手，你松手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打你。你打我，你打我。你别碰我！次次都这样，每次都跑到别人家里来丢人现，你干嘛呀？别！你干什么？我是家人，我在这干嘛呀？你别这样了！你打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呢？啊？行了。你也少说两句啊！俩人啊，都先冷静，好不好？冷静处理问题，行不行？有什么话呀、啊？咱们说开了，也就能说开了啊！你说你们俩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因为什么呀？那走到现在这一步啊？好了。走。我孩子没了。哎，你看。
在哭。哎，听见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怎么听不见啊？都这么久了，他们三个人没一点动静。你快点给陈丽打个电话吧。哪个窗户啊？那个。那白的上面第一层那个。哦。没人接啊。没人，没人打开什么挂子。我知道打人是我不对，但是事情到了那一步，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就是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，我韩晶晶就是没那个命。别人生孩子都那么容易，我们俩生个孩子连命都快搭进去了。你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啊？医生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卧床静养保胎，你就非得坐起来，非得接那个电话吗？你可以让我拿给你啊，客人晚一分钟住酒店还不会死，可那是我们的孩子。我知道这次没做主，我自己都有感觉。你就多待一天，你多休息一会儿，啊，你多给我们孩子一次机会不行吗？不是，那个还没消息啊？没信儿。哎，我看我们冲上去得了，去不去加油站？我还真有。狼狼喷雾、辣椒水儿，哎，哎，喷不出来了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我看看，真的，喷不出来了。李哥，我知道你跟丹丹之间没什么，丹丹是个特别好的人，她心地特别善良，特别温柔，她就是太单纯了。所以才容易被人骗。他根本不了解男人，他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他只有在外面受了伤之后才会发现，最终的归宿还是我，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小家。你说呢？懂，懂，懂。晶晶，你话也说了，闹也闹了，你们俩今天是不是可以先回去？至于你们的问题怎么解决，你们私下里决定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要对各自的行为和说话负责任。奶奶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们两个都还年轻，还有机会。我们回去把身子调理好，一定会有属于我们俩的孩子的，好吗？是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对对，冯丹，对，先跟着回去啊。哎，我不想回去。你每次都这样。每次都说话不算话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我韩晶晶对天发誓，我以后要是再动你一根手指，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。我又有什么错啊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再也不打你了，我绝对再也不打你了，好吗？要不咱们报警吧，再把物业的人叫上，人多点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有照应。嗯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去敲门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别电着他，那男的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
你这头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认识？不认识。就没事了。这儿啊，是我们的自产车间。这两天订单多的都忙不过来了。哇，真豪啊你！这得8万多吧？我在网上看到过。这个是进口的，8万多一台。就行了，我国产的，2-3万一台。我不贪心，我就要一个家用绣花缝纫一体机就行，我能用一辈子，回头传给我闺女。那台机器能用一辈子吗？当然能了，那没事儿。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，那个机器送你一台。谢谢大款哈，你有钱送，我没地儿放。啊？你不都要在评论上绩效了吗？你老妈还管你干啥？说的有道理哈。哎呦喂，别臭美了，你爸妈不可能让你留下来的。今天不让你回去，明天也带你走，只要你考不上大学。肯定回不来了。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你这人。哎呦，你不是想当服装设计师吗？又不是路边捕获当的裁缝。哎，不上大学哪来的机会？小屁孩，你是我妈附身吧你？让我看看你眼睛来。肯定是你妈。叫你回家赶火车。啊不。这个时候赶火车估计来不及，叫你回家赶飞机。喂，妈，在哪呢？我跟同学逛街呢，赶紧回来啊，收拾东西。明天一早赶飞机。哦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闭嘴吧你！哎呀，这个袋子。我就只能这么给他封上。我知道，我拿的时候小心点。啊，那我给你放哪儿了？一封。OA 系统升级可能还差个1个多月，尾款还有个8万多块钱，你看我是给他做完还是转给别人呀？你不是说你做的东西不太好转手吗？啊，可以直接转给叶一凡，他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可以直接问我。你都做了，做完吧。哎，那你看这后期维护的事儿。我也转给叶一凡，你看着办。洗手了吗？哦，没有。骑个自行车回来了啊！哎呀，不是给你打车的钱了吗？你省着他干嘛呀？啊，安全第一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等到回了东儒，不能回家这么晚，那地方你又人生地不熟的啊！哎呀，那边这个点我都睡觉了，
再说大街上黑灯瞎火的，有啥可逛的？我跟谁逛啊？我。那你今天跟谁逛去了？我告诉你。还不告诉我？你不告诉我呀，我也知道。是不是跟翟小美啊？你就这么一闺蜜啊？人家呀，也就她能受了你的酸脾气，是不是？才酸脾气。对不起啊，闺女。我知道你啊不想离开平城，到那边吃不习惯，气候不适应的，而且自己的朋友啊都在这儿，啊。哎呀，爸，我不怨你，你跟我妈都不是本地的，你说你俩是辛苦这么多年，我都知道。我去那边上四年学，我能不能考回来，我还不清楚呢。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，努力就好了。怎么可能没压力啊我？你说我妈是因为了我上学才辞职的，她那么好面子，这我要是考不回来多丢人啊！那可不全赖我身上啊！再说了，你俩这是因为我才两地分居的，这要搞离婚了，那我不就成千古罪人了我？哎呦，你怎么想这么多呀？啊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那是你亲妈。你是我亲闺女，我就不可能跟我闺女的妈离婚。哎，这点你放心，我跟我妈呀这么像，肯定是亲生的。爸，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？两周去一次吧。你要是想我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就来。啊。对不起啊，呆呆，我又得走了。海宝和一墨还在那边等着我呢，这次又没法把你带走了。你现在当妈妈了，这来去也不自在，我又不能把你们母子都带上吧，这我也养不起，我妈也受不了。海宝和一墨掉的毛都顾他受的了。还是当猫好啊，到哪儿都能过，考不上大学也没人笑话，要不然你妈不得愁死啊。这衣服还挺好看，新买的。那个冯丹的事儿啊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这事也赖我，没有提前跟你说。哎，他们挺可怜的啊。哎，你不生我气了吧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你没生我气就好。你看，这个假期，咱俩就这么闹别扭就过去了。明天我跟佳琪，这不是一大早我们俩就走了吗？没事儿，时间还早。
起来对眼睛不好，听见了吗？收起来。